还没有失去。哎呀，这下路四目了，六百血就八百血就走了，这么四目。他们已经跨过那条线了。OK， 他死了。但是我兵线得推啊，我操，我这个兵线他有7P，他七三我要亏，得推线。我不刷了，我上一把。好，来来帮我推下线，他没虚弱了，他没虚弱了。他只不过只要敢 Q 上来打我就能杀他，因为他没带闪现。哎，打断了，但是杀不了，杀不了，杀不了。可以越，来来来，可以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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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，我扛，我扛。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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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我已经流浪了如此之久，等一下，等一下 Q 上来，等一下 Q 上来，他们 Q 上来了，我给他卖个破绽，他只要敢 Q 上来他就死了，我再给他卖个破绽。哎，这个逼他妈的你会缺伤害，不要闪，会缺伤害的。我操，可以 Q 的挺准的，这个武器是真的垃圾。我操，天哪，半血的，我溜了。你走吧，你走吧。哥，我声音关得很小的。这个歌声已经很小了，真不关。不听歌打游戏没有感觉。很无趣，谁懂？我懂，我不听歌不打，打不了游戏。确实。是小卫镖可以，还是武器菜啊？都带点吧，这两样都带点。太了！我没出装备啊！齐安娜怎么这么能刷？五级了！他吃中路一波线。刀没比我多的。我该怎样进行？武器早死啊！闲聊时间已经结束。好蠢的武器！
我不知道他这个骑兵虚的意义何在。刚刚那句到底是我 Q 的准还是武器菜，肯定是贝吉塔问的。对啊，就是贝吉塔问的呀。CS 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这都不给我、啊、小娜可能要上来的。刀鱼波比应该来了，我得走了。刀鱼波比应该是来了，溜了溜了。好像出科学，好像出科学，先锋就可以打。小娜好肥啊！装备怎么这么好、啊？我分不清楚到底谁才是三杠一啊！他这二杠零跟你三杠一也没什么区别啊！来东先锋吧。哎，我先去把他杀了，我先把兵先清一下。就按你辅助来了。来了，闪现的，可以。我闪现过来给你奶。我闪现躲他二，我闪现没躲他二。他奶不上了，他奶不上了，操！那你怎么跑来游？不要给我扎回去了。好啊，下路一塔了，一塔被抢了。啊？这样。来，快控小龙，我逼了下来。他为什么敢追上来啊？阿伊波比来了，我操！是的，你三有他被动，溜了。他是离我最远，最远有多远的时候才会有出现那个被动？最远
有多少马呢？有没有董哥？我一直不太清楚，身上出现熬夜波比那个被动的时候，他最远是离我多远？就老是出现那个被动，我就感觉他就在我身边。这波不用下去了，我先拉死了，我继续压线。妖姬怎么这么残疾啊？连个 AD 都打不过。玩妖姬能打不过卡莎？你刚试的卡莎把他单杀。啊，我先出个黑切，再出个水晶鞋，因为熬夜波比跟安妮控制很久。我操，中塔没拆掉。我这波来把中拆了。我操！我还能套装。我好像有点装的。啊！我感觉我打不死我的。好像不是优点。没办法，陈哥给的安全感太满了。红子在看，我看到红子在贵宾席了。
不太好操作，打个先锋吧。不浪了，想浪一波。这边有伤害的，不是那么好操作。下一件出个死亡之舞扛塔，扛伤害。他们也虚吧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不行不行，不太好，不太好压，不太好压。他队友都在的，哎，齐安娜在上路，他们这波下路是三个人。三个人，我们三个的话可以打的。老子开大招毛都没有，开塔吧。不行，我先不放，先不放，先不放。啊，你不是应付下闪现大招的样子。是的，他是怕的。先锋留着太上了，留着留着一下，留一下。先打个小龙吧。嗯，然后小龙他没有悬赏的，悬赏点。这边挺想赢的。每个人都有伤害。选择你自己的路。我来，我来。大龙吧，说实话，大龙吧，打大龙吧。哎，先用放了也不能拆，拆不了，拆不了，打大龙，打大龙。放给他们呀。嗯，我们没有兵线。时间快到了，打大龙就好了。主要是撞。这边挺想赢的，不跟他们墨迹，打个大龙结束的。把小龙炸了。
操，毛都没有。我操。这卡莎给撞死了，我不跟他们玩了，直接拆了。想赢吗？哈，就想赢，不让你赢，我直接拆了。39分，哎呀。